女儿，鲁嫂辛苦了，岳父岳母啊。不愧为世上苏公子，孝心可嘉。是啊，你的母亲在京城行孝尽如心，多谢你呀，先生在玲珑山五花岭啊门，难道了地铁保命满旅程，弟弟的亲家本子从长夜不散有阴影子真亲家教子有方，不愧是相公儿的。弟弟母亲，岳父岳母，弟弟母亲，苏州的花园，苏定府越大越漂亮，还是到我家来养老。哦、对对对，一定到我家来。哦，来。岳父岳母，阿岳母，张氏是同张子，理应亲儿老到我家来。岳父岳母，你给他。谁知道你？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啊，是。母亲，女儿，母亲，你最喜欢我，你咋子不到我家来？女儿不依、啊，真把你宠坏了。嗯。是不女儿？
姐，嗯，你看。什么？这是三妹、三妹夫吗？是吗？他们怎么到纸房去？哎，娘子。太热。
本并不想积德有家，只为敬仰继任叔父，他痛恨年宋尊远，早有自见之意，等他未尽，你先自见自己，别为暖心。官人，你立志为民之黑，为我报叔父之仇，妾身父不义从。上车，上车，叫我出来。二姬，啊，二姬夫人来了，请里面坐。哼，里面一股中顺气，我们不愿意进去。我问你，我的贴身丫头，你为什么骂她？你为什么当她？当官也要看自人面，谁管起我小丫脸？丁府丫头不低贱，官身见了陪笑颜。夸你一生穷酸气，犯什么小鸡架子在人间？对，哈哈，宿醉丁把外子女叫归，整天闲，来官请你来得在真快。娘家做客，晚上以礼相待，岂能以夫欺贫，说话不讲道理？谁不讲理？谁不讲理？娘子，哎呀，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催他？哼，美女怎么便当，我们进去。嗯，且慢。你们一生自光宝气，竟不知这王中穷酸之气，何必进来？你，你，你，三彩，本年你夫妻穷途落魄，好意收留妇男。你怎过得罪贵客，还不当面赔礼？母亲，婢女早忙生事，愿是儿子负担，吩咐母亲吩咐彩云便是。哎呀，母亲，凤眠眼里偏心出轨，十不百里消息告知。啊，也是坐下，与我坐之。是。三春，母亲，你可以我偏心错怪娘。不过，母亲，这是女儿为弟弟母亲补助的税啊。这种马子在我们苏州府中只配见下等人穿用。拿下去，赐予门公夫妇。十不百里，别为不孝，须下留在府中。母亲。我夫妻一片真心做神堂，多则为不要自恩难防卫，遇到时并不想盼龙扶风上门来，三春他做
年杨吉堂定是中位杰神，从快发落，接着去先得外名，草木家常，说错京都。接着，老爷。到苏州来了，来了，现在哪里？在大吉家，大吉夫到南京去了。大吉陪着岳父岳母，好不亲热。我弟弟母亲，什么打扮？穿着员外夫人衣裳，上下一身新。啊，看来我弟弟没有绑带，乃是高老万相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弟弟母亲为夫？没有夫人作主，我不管。哎呀，你真笨！哎，但是我母亲原有300,000两私房银子，300,000银子，300,000银子岂能让大吉独吞？对对，小莲，哎，快随我去把弟弟母亲接回来。是。大吉夫，你从哪里而来？哦，我从南京刚回来。可有到家？没有到家。你没有到家？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哦。哎。女兄去过暖境，闻得念想请谁家暖，他要把杨吉生的亲友
一夜查问，那你我两家会不会出事情啊？啊，银杏女兄当通关节，不知年相光寿年子，你我怎能孝敬年相，反了银子，便可拜走你父。这个。哎，前科通神，这点小本值得花。对，这封拜神你父的书帖，我马上与你退。对，好。啊，大姐夫一肚子墨水，拜托拜托，请。
手里身上这套新衣裳，还是在上叔父你大姐为二老给我的呢。啊啊，夫人，病老爷夫人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啊，上大，何故发怒？啊啊，这般贱人不听使唤，真叫人生气。你们说说，我去去就来。老爷夫人，我看二小姐没与大小姐回头，我去请大小姐来再做上你。慢，雅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的贱人仗着老夫人宠用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，今天你东家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当晚放肆。雅丽，你滚！为什么不滚？老爷，彩云，彩云上，彩云爱当四小，只怕你们这里治不得了，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你们回去。彩云。夫人，看来彩云言之有理呀。啊，老爷，丫头不好，与小姐有什么下果？啊，儿啊，为父服从计量，蒙你在后花厅盛宴，快被为父赴宴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此事不巧了。真是不巧，你女婿说今天要了苏州城里的府上聚会，在荷花厅请客吃酒。哎，那也无妨嘛，不在荷花厅还可以另外设宴嘛。啊，上当。是啊，自己爹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膳嘛。哎呀，母亲说得对，自己爹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雅丽，咦，快带老爷夫人到厨房去吃饭。什么？两位老身将我外了，到厨房去吃饭。你，夫人，女儿这样小心，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。来，懊悔我自不安转的雅家杯，不忘心吃完去了。什么？到厨房去吃完？你真冤枉！母亲，你们是委屈了女儿。冷菜冷饭一
百步从呀你女呀的妈请我跪下，跪下！你滚出去！家告无念，你去告。我的小弟张昭死得昏呀，这你上门来敲诈，替他官司莫不他。你们，你母亲随女儿回去吧。不许子，好大的胆子，没遇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随女他们啊？官人，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。哼，在家重复你可以听他，出家从夫子，你谁得听我？不要理他们，你叫我回去。乖人，快回去。Yeah.
他的挺能相见，而让你委屈吧。姐姐，你忘贼。我收留在国，必为重当。快上你岳父瞧瞧，出门去吧。弟弟，岳父是你亲家同窗好友，为何人撵走啊？是可，你们知道什么？哟，老太子啊，侬有啥回来？母亲，弟弟为儿收留岳父岳母，产生歧义。母亲，弟弟要将岳父岳母送出府门。啥？请伯母做主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与我啊！问心问话，母亲，喜得亲家远道而来，快去请亲家公、亲家母出来。他被断援助是但哦哟老爷做啥吓我一跳了杨
的死里再恩爱，你的枪不是死的，不是老夫心太黑，也不错难保银户自招贼，越看皮头我长贼，得得你想要迷茫美，预约过快死快死，亲家的大女婿已把你相过为女巫，我陪亲家即去找他，据他想想办法。慢，我这么子就拿过神策祖的衣冠禽兽，亲家仁兄告辞了。有木亲家，有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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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家，儿啊，
你算不了你自不亲家做不弱，你的母亲已经死了。嫂嫂，这里把你一对文银叶锭请收下了。二弟教授虽然未报，为嫂正好随你。张嫂为娘理当孝敬。二弟将汤上好随那来。哎，为嫂区区生嘞。哎，嫂嫂，嫂嫂，姑娘请喝姜汤。姑娘，姑娘请喝姜汤，请喝姜汤。
娘行事。你是谁？你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姑娘。
恰不了妻离的情，情如丹。恰日定了，妈。啊，夫人，夫人，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翠云他不知去向了。他，夫人，老爷，求地。如影再见啊，夫人，也罢，你我不是一死啊。夫人，夫人，我愿为生，我人为报，我还不想死你。往下，月月
三层开门，娘子。没想过收我为门生，做了妾身敬安。你得靠那念诵老子哩、哎。娘子，官人，你怎能不忠不孝、轻贼不分？说得好，儿啊，想不到你也是个坑心贼、取业无私之贼、啊。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，小婿大力传拜。老夫绝不与人渣族之人为伍。你是要夫妻到老，这金银立即与我抛掉。请岳父见小婿，请信奉病。你讲，你送红国扬名，多少
纵两岁月，引入我立志之间，丹心不变，岳父出京来，一路上地不四方杀千刀，遭我撵出的朝天台。凭一次长天之本皆万岁，若一功，青史名标为世界为名字，方才我雄伟。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老娘子，哎呀，倒是老夫一时心急，错怪爷惜了。范姑爷，范姑爷，彩云，多亏你照顾儿了。是啊，兄长。夫人，哦，请示谁是你的娘子？啊，哎呀，娘子，此情严嵩上面，我在隔着银杏丸子杨四郎的女婿，今日一来与娘子铺锦筹缘，还来拜着岳母落阵踏水。后人才此喧哗啊！岳父岳母在上，小婿恭祝前去。他礼传百年，你外遇你来接我。娘子，听我美言几句，就是背身得罪二老，死过后悔，今朝得来登门谢才。谁听你的花言巧语？出去。娘子，儿啊。禀老爷夫人，三小姐三姑爷拜寿来了，怕怕有请。有请。上礼瓜子都关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上门。
这个孝顺女儿，生你八辈。母亲，不要生气了。